有有有，因为这一次 LTFC 啊，像我刚上来特别第一个先提到他们，因为他们这一次很努力的帮我在投票，因为他们跟我讲说这一次投票蛮麻烦的，哇，然后我很感谢他们啦，因为他们真的花很多时间去帮我催票也好啊，去帮我呼吁啊，然后非常感谢他们。